像芳秀吼，嘿，有型吼，嘿，我感觉做成绣球花啦，啊，你是讲做成芳秀？对啊，那那个蜂巢啊，就是想象力。哎，说那个圆圆的吗？对，就是圆圆的那个。芳秀哦，是蜂巢，它可以当染料。我第一次听过台语是这样讲。芳秀，芳秀啊，对啊。芳秀啊，芳秀。好，来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口罩台语怎么讲？翠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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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翠安。我一次听到台语在报道，我台湾人哈，我泉州人，所以你听到我讲台语都很重一点，有一个腔，有一个腔调，你知道吗？我听到那个翠安，我想说早期不是狗流浪狗要出去都要把它带来，有一天他说，阿爷，我那一个那个什么，一个种地人家无带翠安，我就在那边一直笑，他问我说你笑什么？我说他又不是狗，他带什么翠安？他说口罩就是翠安。对呀、啊，我也是第一个，就是一直带着啊，我就听不懂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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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